乱跳的生猛海鲜，光是用看着就令我食指大动。新鲜无上限的新鲜，有够好吃的，哇，肉超紧的。来到和歌山就是要吃拉面，体验在地人的吃法。吃了这碗之后，就表示我们来过和歌山了。最精彩的内容都在每周日晚间7点，中天综合台来去 check in。